大茂切的课堂底下，难怪会泡酒喝。好啊。不行了。多谢。歹势啊，互你看到这么硬硬的场面。没啦，只是唔知影，恁今年是这款的关系。 要唔讲哦，这个皮太太真正是做无风度的。科长的歹势哦，一直无机会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我的先生平建宏。歹势你好，科长你好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你多多指教。我听俺师讲啊，你公司的规模真大嘞，无比白康较细哦。有机会哦，咱来小合作一下。合作的代志，我和林刚才搁讲啊。歹势。 我看到朋友底下，我过来甲拍点招呼一下吼。歹势歹势，好，你莫用，你莫用。大伟，你也来啊！你好，你好，科长。这么水的小姐是恁女朋友啊？不是啦，这位是银行的乡里，阮公司最近的贷款哦，就是伫伊遐办的。 李乡里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大茂企业的科长，因是咱台湾规模上大的通路商。大伟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安尼人会敢笑啦。科长诶，你无需要客气啦。大茂企业我有听过啊，除了通路，还佫有食品、土地建筑，规模确实真大。只是小公司，若要甲大企业比起来，我还佫差真侪啦。是讲，李乡里。 阮公司若甲恁银行合作，毋知你的贷款迄个利息会当算较俗无？当然会啊，亲像你这样大客户，这银行缺钱，阮银行想要请阮请无呢。柯大爷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在不久若是有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欢迎你敲电话给我。我先来谢谢哦。柯大爷，真歹势啊，我还有朋友哦，我要过去拍一下招呼呢。 你无用，李乡里，我先出来介绍一寡厂商。好啊，来。好啊，人都已经走啊，过来看一下。